数百年前，人们对晶体的理论研究就已经开始。经历几个世纪的时间，从尖端科研到日常生活，晶体材料的应用已经无处不在。世界瞬息万变，科技日新月异，如何迎接时代挑战？科瑞思创选择走在探索的前沿，敢于破局向前，开启了自主创新的发展之路，形成以激光晶体、压电晶体、多种衬底材料及激光器件的研发制造生产为核心的产业格局。我们坚持科技报国信念，潜心研发，攻克一个又一个卡脖子难题，不断提升自主研发能力，致力于实现国产化产品的平稳替代，以全产业链思维谋划产业未来发展，集聚世界智慧，打造中国品牌。科技结晶，连接万物，我们以科技创新推动技术革新，建立完整而丰富的产品集群，从生长准备到成品检验，每一道流程我们都严格把控，在多重淬炼中铸造高品质晶体。在激光行业中，科瑞思创是目前国内外为数不多的磁光晶体生产研发供应商之一，其中 TGG、TSAG 作为法拉第旋光器与隔离器的核心关键材料，正广泛应用于各种激光系统中。它们在中国科技发展和智能制造的各个领域发挥着巨大的价值。在通信与传感应用领域，我们的多种压电材料以高质量、高稳定性为国产化替代助力。在尖端科研领域，多种功能型晶体材料正助力与高温超导、微波放大、雷达、高能射线探测、超低温磁制冷、新型光源显示等技术探索。我们不断整合产业资源，伴随着全球产业生产精细化、功能高效化的融合，进一步发掘全新领域的价值型产品。我们以创新推动自主研发，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，以核心科技助力客户成长。在这里，格局是至广大，我们立足创新高地，面向全国，辐射海外，深入了解不同领域客户需求，提供定制化产品及个性化解决方案，来自不同专业的技术研发人员共同探讨，通力合作，涵养科技创新活力，开发新型晶体产品，为客户创造更大价值。在这里，格局是至精微，我们斥巨资引入业内领先的先进设备，建立严苛的 6S 生产管理流程和质量管理体系，从生长品质到工艺流程，从性能指标到产品品相，我们严格管控生产全过程，在精雕细琢中锻造优质晶体产品。我们建立标准化的检测流程，层层检测，严格把关，让每一款产品都经受严苛环境的考验。科瑞思创在成长的道路上砥砺前行，一路走来，我们经历着晶体行业的发展变迁，我们一直在思考，我们能做什么，我们能为客户创造什么，我们的未来在哪里。我们秉持创新与匠心精神，双轮驱动，夯实产业之基，
铸造时代结晶，与全球合作伙伴互惠共赢，汲取多方智慧，推动晶体产业发展。未来科瑞思创将持续深耕晶体行业，探索国产晶体发展道路，以科技创新赋能强国之路，智慧结晶，科创未来，向着全球一流的高端晶体材料企业开拓进取，一路前行。